超级，嗨。我姐有来，但她在客厅，跟阿姨聊天，应该等一下就会进来。先播歌，晚上好，谢谢大家。白色的，为什么就现在没有用壳啊？不好意思，放开。什么电风扇吗？旁边是电风扇没有错啊。我头发不要吹，乱七八糟。你们看，我把它弄上去。那种生日会的照片。今天来做 PPT， 这个什么学习历程的东西。风很大，是不是太大声？关小。谢饭团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的出门。快乐乐的回家。现在新闻一直在重复的播报，就是泰鲁阁车子的事情，真可怕。我要听女生唱的。现在高中好多奇怪的东西，什么东西？哎，我要干嘛？对啊，哦哦，懂。小白兔薪水小偷啊，还敢偷啊？总是星光遥远难自由，忍不了你的光景，光景。我一直走却不敢，现在换粉红色超漂亮。我知道你没在背后，空气寂寞呼吸都开不了口，无法整理的情绪散落四周，变成彼此旧朋友，妄想身份在你的从此以后，爱过你这件事是我最幸运的事，你欣慰的位置遥不可及的奢侈，背对着背与黑夜对峙，我们固执的相思，守护着各自的城市。爱过你这件事是我最幸运的事，我心里的位置空一寸为你坚持。如果回忆会慢慢消失，变成悲伤的故事，我们都在结尾走失。
们昨天，我昨天12:03，我等下跟你们讲这件事，这个事情，我觉得很好笑，就是我爸阿姨亲生的事情。谢谢大家。呼吸都开不了口。无法整理的情绪散落四周，变成彼此旧朋友，陌生身份在你的从此以后。爱过你这件事是我最幸运的事，你心里的位置遥不可及的奢侈，背对着背与黑夜对峙，我们固执的相思，守护着各自的城市。爱过你这件事是我最幸运的事，我心里的位置空一寸为你坚持。如果回忆会慢慢消失，变成悲伤的故事，我们都在结尾走失。爱过你这件事是我最幸运的事，你心里的位置遥不可及的奢侈，背对着背与黑夜对峙，我们固执的相思，守护着各自的城市。爱过你这件事是我最幸运的事，我心里的位置空一寸为你坚持。如果回忆会慢慢消失，变成悲伤的故事，我们都在结尾走失。多理智，怎么会觉得我是高人？我有看到樱花雨特效，感谢虾虾。什么感谢虾小弟？你们叫虾大哥。就是我昨天12:03，因为我房间对面有一道墙，就是墙这样子，然后我就冲我房间，我把手机丢着，然后突然间冲去碰，因为我在刹车就挡着那个墙这样。谢谢饭团，谢谢 Ricky， 谢谢呆呆，谢谢吕承恩。承恩怎么会觉得说我是高冷型？不会。然后我就说，因为阿姨在厨房，然后她这样转头看我，然后她说你干。他没有说话，然后我就说我现在要做一件事情，然后他就说他就要干嘛，祝你生日快乐，他就排斥哦，他就笑出来，我就超好笑。然后我昨天不是做那蛋糕吗，已经被吃了一快剩一半了，因为那时候我在跟朋友聊天，我同桌聊天，然后聊到一半我先放下，然后后来我阿姨要去她房间，然后我就赶快拿着蛋糕，然后就先躲在阿妈房间，因为阿妈房间在她房间隔壁，然后我就探头出去，但是就是这个蛋糕我拿在这一手，然后这边是墙壁，我就这样拿着挡着，然后她趁她走出来说我现在又要做一件事情，然后就这样干嘛，然后就这样拿蛋糕出来，祝你生日快乐，这是你的生日蛋糕，我说白痴，超好笑，因为你很高冷，其实不会，除非我是刚到一个新的环境，我就会比较高冷。是要涨去吗？是，那个铁架都还在上面，然后后来是用吹风机吹边边，然后让它掉下，不是掉下，让它脱模。是海洋的倒影，所以我无际。我的你在哪里？自己有参与对。那个好吃吗？我姐说很好吃。姐，姐，二贝，霍伊妹妹，怎么样？姐姐，过来。
蛋糕好吃吗？好吃啊，是不是？好吃，他说好吃，阿妈也说好吃，阿妈吃一大堆。你是不是又变错位时空？错位时空，你干嘛突然变那么有气质？不会啊，我都超大声，我都超吵，错位时空。你们两个声音都好低哦。平常讲话又没那么高。怎么样？啊，对，他把它拿掉了，我也不知道哎，是卡不进去吗？我就说要听错位时空，还会破音吗？废话，当然会破哦。很有气质，不是改的，哪里有气质？一点都没有。阿妈让你说漂亮，没有。如果云层是天空的一封信，能不能再听一听，听你的声音？现在破功了，是啊，我真的越来越胖了，我真的胖超多，你从荧幕上应该看得出来，我的肉又更多了。我说胖哎、欸，我说我胖超多了，去听了怎样？现在听，你要陪我聊天。谢谢，四六嘛，对，怎么样？我从四四胖回四六，从四六没有，我原本就在四六四五之间，然后我前阵子不是到四四多嘛，现在可能今天吃比较多吧，最近吃比较多，然后就变四六，可是都是吃完之后就凉的。发这个点，我今天有去宠物展啊，我们去玩宠物展啊，怎么样？你大家去吗？今天不是最后一天，所以还可以去踩我的点啊。我今天看那个超小的边境，还在幼犬那种，然后他就这样躺在我的旁边那样趴着，然后因为我们两只装在那个宠物笼里面，没有票，没有啊，可以免费取票。然后后来他就趴在那边都不走嘞，有吉娃娃吗？当然有吉娃娃。马吉斯为什么要改这种名字啊？谢谢你，然后反正就很可爱，然后还看到很多柴犬，最近好像很多人都养柴犬，不知道哎、欸，因为我是今天早上才取票，我抽超久了，催催。大家晚安。我觉得是柴犬是没有到不好，只是出门很暴冲，暴冲。不是耶，在外面的咖啡厅这样可以吗？宠物展啊，越来越多，对啊。不理你很久，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回。吹过的晚风，空气里弥漫着心痛。然后还看到超大只的白柴，是白柴哦，它超大只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弟弟
弟弟，我们这次是主要是要去买他们的外出包包、外出笼，可是弟弟太大只了，而且也没有选到好一点的，因为阿姨想要放在那个机车前面。对啊，我就在外面的咖啡厅吃饭而已，两次去宠物展都是这样。不要透露我家在哪里就好，干嘛透露？我不会，因为我家就算讲了，你们肯定也不知道在哪里，是真的。就是不要传一堆讯息给我，我没有开我的 LINE。 那我们今天去只买了一个方葱的胸杯。还有他们喷身体的东西，拍到法文，没什么好拍的啊。这个身上你是有点像，看到超大字的你，谢谢。太过天真，我的灵魂也是我自作自受，竟然那么认真相信你。其实这有什么好拍的吗？你们现在是在说他发的文都废文吗？我懂了，妈妈。不知道你是喜欢晴天还是喜欢雨天，不记得你的口味，你的爱好约会时间。妈妈有人说你发了文的废文，我看到了。这次我很抱歉，是我爱的太纯，太过天真，才会把你的寂寞当作契合的灵魂，也是我自作自受，竟然那么认真相信你。我玩那个什么天平队，我有点忘记我前几个是谁了，反正第一个是妈妈没有错，然后 我自己排在第五名。第二个好像是品涵，还第三个是品涵的样子。我今天睫毛只有夹这个，反而它撑了很久哎。原来我单纯夹睫毛就可以撑那么久，可是我只要上了睫毛膏就不行了。二三四谁？我忘记了。有图就不是绯闻，你们赶快发你们的企鹅啊，还有乌猴猴啊，我在等你们的、欸，不要太重吧，有可能。企鹅发完了啊。我只看到你躺在那边啊，中间那一只对吧？海和天相连，春回海岸线。够力的睫毛膏。雨和水相濡以沫的世界，也许有天。我已经买了那个。买大家是很春的，刷 IG 最近很少来看 IG， 因为都很忙。我今天回家大概两点，两三点这样，然后就休息，就是坐在沙发上那样子，就稍微休息一下，到
大概四点多，然后就睡觉，就睡到七点四十几分。Ego 吗？有啊，就是那个啊，二周年的时候不是有表演器，那个真的很好穿，是认真，是认真好穿，乱乱的。我就不顾一切，首先刚刚经过啊，世界海王当然有啊，不顾一切到我身边，两条平线的直线总有一天交接，想到这我就不顾一切。去看五场公演，好吧，这样好像比较赚一点。某一天某人出现，当不管多远都难不顾一切到我身边，倾斜的直线总有一天交接，想到这我却不顾一切，我的某眼的某一天某人出现，多远多难不顾一切到我身边，两条心血的直线总有一天交接，想到这我就不顾一切，很想见。很多日文歌，纸笔上面是 哪些字啊？我忘记我写什么。什么东西？落日一笑，什么可爱？哦，我要说，我梦到什么啦？刚一直想不到，还想睡，是有一点眼睛张不开的部分。就是我今天就晚上，我下午不是睡着嘛，然后我就梦到我跟同学去，不知道去哪里，反正就经过一个地方。就经过一个社区，然后那个社区是七七的家的，在梦里是七七的家，妈咪的家这样子。然后刚好妈咪去丢，就是出门，然后把垃圾拿去楼下丢，然后再接又出门，然后就离他很远，然后就他就看到我，然后看了好几眼，然后这样打招呼这样，然后我就跟他打招呼，然后冲过去找他，然后呢？后来我就有点又断了续续，然后反正是下一个场景就是我在表演，然后妈咪又有来这样，然后表演完，而且是在一个很黑的地方表演，然后只有台上有荧幕的光，就后面的那个荧幕的光这样子而已，可是我忘记我表演什么，反正也是跟我同学在表演，然后后来我们就去吃火锅，
然后火锅它是可以自己拿料的那种，结果它就掉到地板了。然后后来妈咪讲什么，我也忘记了，觉得很好笑而已。不行，台下有粉丝吗？有点忘记了，反正很多人。你可以爱好不好？冠伦，冠伦跟我追的很多偶像都一样，我以前追两个偶像，其实。是 body， 好笑在哪？我最近做梦，全部都梦到老妈，然后我想说，我就跟他讲，然后他就说。在梦到我想跟你要出演费哦，什么？你也想要什么钱？为什么啊？擦也擦不掉。什么意思？我怎么忘也忘不了，为什么我曾没受过伤？怎么回也回不到那故事里的第一章？一切都太煎熬，我快要受不了。我怎么做也做不好，眼闭上泪不停流淌。乖乖梦到我，梦到你抱我，没关系，你可以抱，你绝对可以抱。你会爱好不我怎么我也忘不了，原谅我从没受过伤，怎么回也回不了那故事里的第一章，一切都太煎熬，我快要受不了。我怎么我也做不到，眼闭上泪不停流淌，怎么谁也戒不掉你的身上那些味道，一切都没有预兆，你回来好不好？一切都没有预兆，你回来好不好？哇，这瑞小。要好好减肥了呢。裤子会爆开的，我是怕我的工业衣服穿不下。我们刚晚餐吃小笼包，超胖的，可是我还剩三四颗的样子。有帮我加强数学吗？就还有给我影片啊，然后你们可以猜哦，对哈，我要给你们猜。
你们可以猜我的那个考试成绩，但是有些我还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国文跟生物，也只有两科可以猜。大家猜我的分数。先这样，不要，会太胖。你才八七呀，超坏，直接把人家八七。我有及格，大家我及格。我跟你们讲一件很扯的事情，这次的英文考卷上面。因为我前几天都没有背英文单词，然后是当天才背的，然后我就种害怕，结果拿到考卷的时候，答案都帮你加深好，这四个选项嘛 A B C D， 然后假设答案是 A， 他就把那个 A 的答案加深，你知道吗？然后第六题吧，第六题的答案是直接写在上面的，我想说还要写吗？我没听过原子邦尼的歌，好佛系，不会写还是看不出来，我都会写，其实还蛮简单的。是你麦克的，然后隔壁班就是假班，就说老师这答案都写出来了哎。然后老师说这种东西吼就嘘就好。现在这什么很特别，它就是跟一般的不一样。他要听什么？不要吵啦，吹吹不要吵，我的回应就不错了。我超久没喝。习惯，我是失力的啊，没错。其实真可怜，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买它！突然想到那个云雪的，买它！有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你叫我酸了、啊，谁来做题的？凡你尼亚破吹吹联盟成立什么意思？你们才是什么意思？是个心动，你是那个吗？进阶巨人吗？害人好，
这个月22号就是妈咪当妈一周年了，我在想要要怎么庆祝，虽然可能不在乎。要不然你要去问七七啊，七七我妈哎，你们自己去问他，我不帮你们问，你们自己去面对他，自己的岳母自己处理。做蛋糕了，我他叫我不要帮他做蛋糕，他说很可怕。这样时间就到了，他当然不在乎。然后再不要留岳母那边，岳母的姐妹奇怪，阿姨是我爸的妹妹，是猫咪。其实你的最好是啊，好意思、啊，好意思说这句话。我今天不是去宠物展嘛，然后好像同一个便利商店，就有看到一只很瘦很小的猫，然后就是地板不是有那个地毯地垫，就是便利商店门口通常会有地垫，然后它就趁门开的时候趴在地垫上，然后滚了一圈，然后它主人就说走过来啊，然后它因为它很怕被夹到，然后赶紧把它抱走，我觉得超好笑的。爸爸的妹妹，我说妈妈的妹妹。好酸哦，我脚真的好酸哦，我现在一直在按我的脚，我很怕我要把它按到，欸，我跟你们讲说我把我的脚按到凹陷这件事情吗？真的肥了，宝贝，这种油画好像就是你的，宝贝，你们上来，哎，他给我把骨。我今天就是在等阿姨的时候，我就把弟弟头探出来，因为 Coco 很黏阿姨，所以阿姨把 Coco 带走。然后后来我就让 Coco 弟弟的头探出来，然后伸手还没有进去展场，然后弟弟就看到大狗，他很喜欢去挑衅大狗，所以我们不把它放出来，原因也就是这个。然后他就爬出来，然后。就是他要跳，快要跳车，可是他就是因为身体一半都在车子外面了。他那个是那种长方形的南瓜车，然后我就蹲在那边，然后把他撑着，不然他会挂在那边会很不舒服。然后我就一直蹲在那边，然后就挂在我手上，然后我就这样蹲着，然后一直想要冲出去。然后说你别再动了，即将飞走了。然后这边就是大腿这边都是凹陷，内侧也有，然后我的小腿右边右脚小腿也后那边也有，都是我按摩按到凹陷的，超厉害！我自己捏的啊，就用那个啊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刮，好像太大力了，就整片，那时候更严重，这边整个紫色的。这个 MV 都是猫哎，好爽啊！好多猫猫，跟我一样好动，才没有。有时候好像会有一种骨髓酸痛的酸痛，什么意思？这按摩都没有。嗨，谐音梗，你真的发了很多谐音梗，我都看了。亲自黏你八岁，谁？你说谁？不都是过动？你才过动。
果冻，果冻，还在公演跟我要彩带啊！被你关注了，我都会看啊，我很常会看他的，除非我太累，我就不会想去翻。在一个单纯美好的世界，我真的觉得一个月可以瘦，可以瘦10公斤那种的地方。哎呦，有人是两个月瘦15公斤。我希望我这个月可以瘦到，就瘦回40。呛我咯，肚啊爬上来，没有啊，他走掉了，一个胖10公斤倒是有可能。弟弟啊，弟弟啊，不能屈服，向往从前。胖主，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。我们今天去有看到好味小姐本人呢、欸。姐，你袜子这样丢，等下弟弟就叼走了。袜子上书包，不太好吧？我姐说他们只是从星期六开始放，可是他今天就回来，他今天大概下午左右就回来，然后说放9天。放9天，然后说一回去就，因为还有加温暑假，然后所以一回去就是直接考试。七七。哦，这个七七也很漂亮哦。嗨，七七，我妈妈也叫七七，欢迎贴在旁边的粉丝。我下次看到你，我就要丢别人。丢给别人。快乐悲伤痛伤，不是把无从疯狂。我今天宠物展，然后这个已经被我洗掉了。那个章是 TP 哎、欸，他给的章是 TP。趁着那个风。睁开眼眸，把过去击破，是时候再从头一口气振作。这个笑笑好了，为什么？我不要啊！他那么山顶，我干嘛要丢给他？然后那时候看到那个。是呀，整颗丢出去，然后讲，这时候我快笑死。应该在唱 reset， 有默契，不错。因为他都被排挤，没有是因为他39推，他是臭弟弟，我不给弟弟的，没有啊。二姐偶像，你们才二姐，学你们的，你们教坏我的。
不要乱学。有没有没有结果？什么意思？如果遇到 我自己的粉丝的话就丢头，没有啦，我开玩笑的。温良恭俭让，啊，为什么要开我的门呢？主播是大家的童年，我说这个唱才唱的爽，然后同学就说是童年。你离开的那一天，天空有点灰。你是抖 M 吗？找你最爱的蓝天。欢迎浪客5254933。一个人多醉，多是朋友的安慰。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什么你姐也有？什么意思？谁也有？却来不及。我姐那时候一来就说她最近很常看到这件衣服。太多事情来不及后悔，我还有太多心愿，太多梦没有实现。桌上还留着过去的照片，我一个人的失眠，一个人的空间，一个人的想念，两个人的画面。是谁的眼泪，是谁的憔悴，洒满地的心碎。我一个人的冒险，一个人的座位，一个人想着一个人，眼角的泪，这不是错觉。永远是不会中断，但是你会被抬出去而已。来不及道声感谢，故事已结尾，太多事情来不及后悔，我还有太多心愿，太多梦没有实现。桌上还留着过去的照片，我一个人的失眠，一个人的空间，一个人的想念，两个人的画面。是谁的眼泪，是谁的憔悴，洒满地的心碎。我一个人的冒险，一个人的座位，一个人想着一个人，眼角的泪，这不是错觉。这些年那一天那一夜都恍如昨天，这些年这一天这一夜你让我失眠。我一个人的失眠，一个人的空间，一个人的想念，两个人的画面。是谁的眼泪，是谁的憔悴，洒满地的心碎。我一个人的冒险，一个人的座位，一个人想着一个人，这道理这不是错觉。站得进来，横得出去，才没有那么坏。这忘记什么时候的歌，我什么时候的歌？谢谢店长，店长，谢谢你我，哒哒哒，你踩够了，这是刘仁宇，每次看到刘宇，就会莫名的想到妈妈。然后这首歌叫《心跳》这名歌，突然发现很好听，可是它后面副歌蛮高音的，蛮高音的。突然觉得我今天这只眼睛真漂亮。
我这眼睛，我真的喜欢这只眼睛，很的弧形。一吻定情的主题曲，主题曲，黑人派的，好哇，很捡起来。我以为的差距，到底是哪只眼睛漂亮？我真的不知道我哪只眼睛漂亮，而且他们说我眼睛很大，但我眼睛那里大，真的觉得还好，就一般般啊。奇迹，每一次再一次，你慢慢的靠近，告诉我这是心跳的证明。那些回忆很清晰，谁都不能否定，在我心中写满你的名。上车的时候就不大，超咪的，什么意思？我放松就这样。比例来说，特别耐打。我以为的差距，我是被累而已。两个世界的交界。亮亮。穿过山中跨越。May miss you, I miss you, 你慢慢的靠近，我承认这是心跳的证明。但是和我走向你，这不是作剧，这是我深深结的一道谜。我说你眼睛大的哦，对，他真的有这样讲过。我大小眼啊，我也大小眼。我这眼睛会看起来比较小，因为真的是太下来了。每一次，再一次，你慢慢的靠近，告诉我这是命中的注定。我在这里等着你，这不是恶作剧。你是我最难解的一道题，唱歌好听，谢谢。嗨，他哥，哥，今天就是唱歌主题。Sergi， 唱歌好听，谢谢。蛋糕真的很好吃，但是太胖了，所以不可以再吃了。今天中午有吃一半的，跟阿姨一人一半的橘子蛋糕，咖啡厅吃。然后我就说我已经很饱，因为我吃了牛肉咖喱。我找不到更好的原因去阻挡这一切的情谊，这感觉太奇异，我抱歉不能说明。我相信这爱情的定义，奇迹会发生也不一定，风温柔的清晰，也许飘来好消息。一切新鲜有点冒险，请告诉我怎么走到终点。没有人了解，没有人像我和陌生人的爱恋。我想我会开始想念你，可是我刚刚才遇见了你。我怀疑这奇遇只是个恶作剧。好好骑车。我相信你慢慢喜欢你，因为我拥有爱情。
情的勇气，我任性投入你给的恶作剧，你给的恶作剧。歌怎么办？没有，我是边唱边想。然后刚刚听有恶作剧，是因为刚刚歌词有写到恶作剧，我就想说要听恶作剧。然后我已经想好下一首要什么，但是我突然又忘记了。哦，想到了。很好的原因，却阻挡着。他只要关小就变这样。这一切都轻易，这感觉太轻易，我抱歉不能说明。我相信这爱情的定义，奇迹会发生也不一定，风儿绕的清晰，也许飘来好消息。我才发现你很耀眼，既然我在悄悄你的双眼，没有人了解，没有人像我和陌生人的爱恋。我想我会开始想念你，可是我刚刚才遇见了你，我怀疑这奇遇只是个恶作剧。我想我已慢慢喜欢你，因为我拥有爱情的勇气，我任性投入你给的恶作剧，你给的恶作剧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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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谢 Kent， 下去了，谢泥泥巴豆哥，高音好稳，我其实每次都会在厕所唱歌，然后都会在练自己的高音。你也喜欢你，谢谢饭团，我喜欢你，没有问题，因为我不是用真音唱歌啊，我现在不是用真音唱歌。烟雨水的心跳，划过寒冷的街角，我们并肩，却像隔着浪潮。你在面前的风暴，如果把城市倾倒。你是否终于能听见我心跳？如果我多了勇气，如果你少了迟疑、好奇，我们会走到哪里？我猜猜看，钟摆会把什么带来？是被爱的空白。我被爱填满的存在，猜猜看未来总有什么解开，是我过得精彩，还是没结果的等待？这难道不是爱？那不然你猜？我想这是爱，那不然你猜？距离算不算刚好？靠近会不会打扰？我猜暧昧是温柔的煎熬，节拍为什么会乱掉？瞬间等到天亮，我猜你一定比我还早知道。如果我多了勇气，如果你少了迟疑，答案会不会被揭晓？来猜猜看，钟摆会把什么带来？是被爱的空白，或被爱填满的存在？猜猜看，未来会有
什么解开？是如果的精彩，还是没结果的等待？这难道不是爱？哎，好像比较会闭眼哎。猜猜看，中摆会把什么带来？是被爱的空白，或被爱填满了存在？猜猜看，未来会有什么解开？是如果的精彩，还是没结果的等待？这难道不是爱？那不然你猜，我想这是爱。那不然你猜，难道这是爱？来练习左眼眨眼，好难哦。哎，我最高。结果挤到崩胀。对了一个应该简单吧，怎么样啦，我也不会嘟嘴啦，也被你叼走了，真的好听，谢谢，赶快上不去。知道你就是飞鸟，保护手中只剩下羽毛，当初你又何必浪费那么多咖啡和玫瑰来打扰？我想要安静的思考，天平上让爱恨不再动摇，一想你就平衡不了，我感动还是关不掉这风暴。心一跳，爱就开始煎熬，每一分每一秒，我在笑，笑成会有人家是用真音唱，我是用假音唱，假音一定上去啊，假音真的上去，大表不信，真音会超吵。不知道，也不要其他。而且刚刚好多掌声鼓励，好厉害哦！谢谢大家同时刷出来，我觉得有吓到。大家。在这无声的海底，我也只剩下我自己能依靠。心一跳，爱就开始煎熬，每一分每一秒，我在笑，笑成会有
是真的，我快要快要可以微笑，面对下一个拥抱。是不用啦，佳音唱歌不太需要休息。我先讲一个闹笑故事，不是那个抖音，你们在看抖音吗？不是那个尿一挤逆向尿阿里嘎多这样子，然后唐泽就跟我说，他昨天半夜打了一个视讯，然后就说这是什么意思，然后他是那种很不会唱歌的人，但很爱拍抖音，他抖音很厉害，然后他就问我说中文是什么意思呢，我说喵一起立场就是一二三对不对，然后再喵谢谢阿里嘎多不是谢谢吗，他说尿一二三尿 CEA 谢，然后他说你不要唱拜托，他说而且还超走音超好笑，他说尿尿一二三尿阿里嘎多，好了不要唱，我说你可以闭嘴了，同几天就雨了，宇宙还能活着，想坐着哭几回就忘了，就过了天空黑了我还醒着，我觉得超好笑，谢谢这张。总是会在这不离不离陪伴着，最终成的不是爱，而是沉默的孤单。哦，我们都在爱情里少一点天分，所以才跌跌撞撞满身伤痕。但是要耗尽眼泪痛心的伤了一刻，才知道什么要割舍，我们折腾了多少上天的缘分，才发现世界有太多舍不得，错过了一个对的人，谁晓得。又在打歌，一二三的台语技能啥，下作恨痛几天就愈合，依旧还能活着，下作着哭几回就忘了，就过了天空黑了我还醒着，很好，又跑去找别人。泰语打人吗？还好。孤单总是会在这不离不弃陪伴着，最终成的不是爱，而是沉默的孤单。我们都在爱情里少一点天分，所以才跌跌撞撞满身伤痕，总是要耗尽眼泪痛心的想了一刻，才知道什么要割舍，我们折腾了多少上天的缘分，才发现世界有太多舍不得，错过了一个对的人，谁晓得
紧咬着忍着痛再往前走，是否只有我终究学不懂，爱情变陌生，错过再错是否我们都在爱情里少一点天分，所以才跌跌撞撞满身伤痕，总是要耗尽眼泪痛心的想了一刻，才知道什么要割舍，我们折腾了多少上天的缘分，才发现世界有太多舍不得，错过了一个对的人，谁晓得在爱情里少一点天分，才发现世界有太多舍不得，错过一个错的人，谁醒着。 I want to see yourself or you'll see for myself， 没有你的天和没有人的You are my everything, till I really love you。 这到底什么歌啊？想听你说。是什么？哦，对对对。哎，我一定要跟你们讲，我想要再写下一首歌，但是我现在想到两句，而且因为我都是自己想的，但是我后面就想不起，没有办法想了。可是我希望你们可以给我一点歌词的想法，就是我想到的是，我需要想一下，刚唱太多歌都忘记了。我在无助中渴望有一天终会绽放，然后这边就没了。可是我这边原本想的是副歌，回到他身边，如果有过，对，谢谢追踪。蛇狼去哪啦？奇怪呢。我只想说这句话，就是一种鼓励的感觉啊。这世界如果有如果，如果一切从头，如果你再说你爱我，习惯了熟悉的温柔，疼啊让疼啊让疼啊让，怎么还是一个我，雨滴滴答答的坠落，还有什么说不出口，泪不停不停的滑落，习惯没有你的角落，
乱总和，没有。滴滴答答的追我，我等一下听一下。还有什么说不出口？谢谢分享。泪不停不停的滑落，习惯没有你的角落。I want to sing a song for you, sing for myself。 没有你的天空，没有云朵。清贫的酸甜，还记得清贫的酸到心里没有感觉。黑夜梦太美，回忆太心碎，再多给我一点点的勇气。贴上去对，孤单孤独怎么？我看一下，这世界如果也如果鬼前想偷，哎，就还是不能打动。没有啊，可以更新了，再更新一次。就是你不是去下载的地方，然后找 IG 嘛，然后 IG 它如果你在外面，就是外围啊，是打开的，不是先会搜寻到的。它的如果旁边写打开的话，你再点进去那个，点进去 IG 里面，然后它就会变成更新了，它就会变成那个按钮变成更新的两个字。哎，这首歌你们唱不唱？给我跳掉。想太多，如果有如果，如果一切从头，如果你再说你爱我，谢饭团，习惯我熟悉的温柔。为什么不能？Turn around, turn around, turn around， 习惯晚安自己说，雨滴滴答答的坠落，还有什么说不出口？泪不停不停的滑落，习惯没有你的角落。哦，我这首我听过。没有为谁而绽放。如果我是一只鸟，那要往何处去飞翔？一颗星星的闪亮，不足以构成一个星球，一棵大树的总和。相互依偎着。
欸，真的很像欸。彼此的感伤其实不能拥有，我们是孤独的总和，所以想去我给你要幸福的感受怎么挣脱。谢志宏，我的名字你的毛毛也不要你的你的喜欢好哟。很好，出镜啊，出镜。如果是一朵花，我也为谁而绽放。如果我是一只鸟，要何处去飞翔？一颗星星的闪亮，不足以构成一个形象。一棵大树的总和。一切单一的重量，整理腾空了孤寂的环境，因为孤独的总和让我们相互依偎着，彼此的感受其实不能拥有，我们是孤独的总和，所以相聚了你要起伏的感受怎么挣脱。大家聊天吗？你会给我一首韩文歌，我就播第一个人的。哒啦哩哒哒啦哒啦哩啦，因为孤独的总和，让我们相互依偎着。结果第一个竟然是你。我想说还要可以跳的那种，结果你给个江南 style 还很好，跟我聊天不要。去西安那边绕一圈，我都比较近代一点的。Make you happy. Little, little bit. JYP 的日本团。我跟那 star， 跟那 star。Gangnam Style，
撒撒泪一泪。你会跳副歌，跳，小夏给我跳，然后传给我，快点找人帮他拍。谢谢 Seven。面对什么意思？撒拉嘿。嘿，嘿，嗯，不要生气。Gangnam Style。不能玩哦。我要读空，我得清。但我可以这样子搂你，可爱蛇。Open Gangnam Style。没有事啊，都给都给，给我放现实，我也要让大家看一下你跳，我是很坏。我在剧院还没有很红，就追他们。现在看着他们长大，好感动。现在他们多大？今天到几点？其实到十点半。校园三部曲那是什么东西？ Body， 握手握手握手， Body， 我们也是朋友啊， Body。
不想起来了。玩一天太累，玩半天而已，他们亢奋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我是因为没 guest test， 然后当时是我五年级的时候，哦对，校园那时候他们都穿校园服，对对，然后。我昨天就说自己是不是挡风，上辈子是不是挡风玻璃，因为我只要开了电风扇它就会挡在我电风扇前面，然后我有一次晚上睡到整汗整身汗，因为它挡住了。很久啊，真的很久，从五年级6 6 7 8 9五年了耶、欸，那时候我还整天在看他们的那个，整天在看他们的那个什么综艺节目。谢志东不会，他们不会剃毛，因为剃毛容易让他们紫外线照到会受伤。会哦，四月就解散了，四月已经四月了。哦，他们这是有改的。没关系，他们一定会更棒。不管到哪里都是爱之外。
看不着。对啊，刚好在那个。对啊。带过我心的坑的，好多人，我发现很多人叫恩飞耶，像他们的队长也叫恩飞啊，然后橘粉就两个，郑恩飞跟黄恩飞。他打游戏很好笑啊，我有看到。好了，这是最后一首，然后等一下就面房。什么？我才怎么？我刚刚没有注意耶。歌是像这首歌一样的吗？
开始是谁先退团的、啊？是退团吗？还是怎样？是我没有在没有关注他们那么多。好，我要念吧 ，Jessica， 哦，谢饭团。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噜啦啦噜啦啦，最幸福。哎，好可爱，真的好可爱。我其实有看我有看，我真的有看。第三十四名张明丽，第三十三名冠伦，第三十二名九蛋，第三十一名李思琪，第三十名包子，包子对。第二十九名嘉阳，第二十八名洛克，第二十七名阿奎。第二十六名 Ken， 第二十五名小兔子，小白兔，不是小兔子。名的任谷，第二三名新婷，二十二名阿基拉，第二十一名小杰，第二十名新店店长，第十九名柠檬，第八名十八名代代，第十七名人豪，第十六名小七，第 seven 啊，我就直接说小七好了。第十五名游戏老，第十四名朱里恩，第十三名幻影战士，第十二名朱吕承恩，第十一名乖乖，第十名内内，第十九名落日一笑，为什么这是蓝色？蓝色什么东西？粉笔灰。第八名陈，第七名艾文，第六名李八，第四第五名落日一笑，第四名志宏，第三名 Ricky， 第二名饭团，第一名夏夏。谢谢。有两个，直接两个、啊，我知道 Super Recycle， 我之前有编过那首舞。新歌我有听。后面啊！哦，好七六
哦，四，三。跪比这个吗？把手绑起来，还可以连环。二，一。零，大家晚安，晚安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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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